有關 APEC 嘅會議咧，我強調咧，我係收到主辦方按慣例咧發俾我嘅邀請函，亦都因為日程嘅理由咧，我係委派財政司司長係代為出席嘅，因為其他理由咧係出席唔到APEC 嘅會議咧，過去亦都係曾經出現過嘅，喺2012年咧，當時嘅行政長官亦都因為其他公務理由咧，係安排咗由財政司司長去代為出席。而喺我上年出席嘅APEC 會議咧，當時係喺泰國舉行嘅，當時亦都有好幾位嘅領導人係委派佢哋嘅代表去出席，亦都係因為個別嘅其他公務安排嘅原因嘅。